2016年華人工商大展日前喺 Pomona 舉行，吸引民眾到場參觀。其中李錦記展出嘅產品種類繁多，當中包括減鹽純利鮮釀造醬油、天成一味特級鮮醬油等等。一年一度的2016年华人工商大展日前在 Pomona Fairfax 的展览中心举行，作为最大的美国农历新年庆祝活动，今年华人工商已经是第35个年头。其中李锦记在今届华人工商大展展出的产品种类繁多，吸引大批的民众争相抢购。近期重点推介的新产品包括减盐纯味鲜酿造酱油，纯味鲜的部分的话是减盐25%，然后我们这一罐的话，当然有很好的酱香以外，然后它也不加防腐剂，所以呢，对于这个李锦记喜爱的产品的朋友嘛，有更多的选择。李锦记天成一味特级鲜酱油，精选上乘嘅非基因改造黄豆，经过双重嘅发酵。提炼精华中的精华，色香味自然融合，层次丰富。李锦记的酱油呢，都是天然酿造，然后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而来制。那李锦记的鲍鱼汁呢，是有鲍鱼跟干贝合作的。那所以呢，其实不管在烹调看制作海参啊、菜胆啊，各种家常的菜式，只要加了它，你的菜色都会变得更鲜美。那所以这几款呢，是我们今年特别想要为各位观众呢想要介绍的。李锦记作为家族企业发展百年，在传承当中不断创新。李锦记凭借着严格的品质管理和强大的市场拓展能力，在70年代起迅速建立起一个酱料王国，畅销产品达到60多种，分销网路遍布世界5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真正实现了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李锦记的产品。